我是李飞白，欢迎来到王者时刻。露娜新皮肤上架仅仅一天，销量已经突破百万。在大量玩家试玩后，这款皮肤暴露出了一些问题，施法动作太过僵硬，技能衔接不流畅，就连国服露娜北木都说用起来就跟原皮一样。而且这款皮肤有个动作不太雅观，仔细看这里，露娜直接露出了黑色打底裤，这个问题很可能会被玩家骂。然后再说一下嫦娥的皮肤，目前玩家投票阶段即将结束，票数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梅花醉这款皮肤，票数达到了13万之多，可见玩家们都偏爱这款皮肤，这也说明作者非常用心的在设计。这款皮肤的特效做出来至少能达到传说级别，甚至堪比荣耀典藏。这款皮肤的定价目前只要6元，和露娜的皮肤一样，限时抢购价格。喜欢嫦娥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款皮肤，小伙伴们对这两款皮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，记得点击订阅，你的关注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